我这练完这练练拉外面我。从这儿了啊，你看看，从这儿找到，就是这个位置。你看看有没有骨头，可拉登了呗。这有腹啊。嗯。平安就拉要个后座。是啊。啊，俺说买点儿的。给人家亲家那玩的，嗯，跟俺老拉根肉拉那儿来，你说吧，你说吧，你看那拉，你说吧，你看我说吧，你说吧，拉到这儿从那儿拉，你说吧，你看拉吧，外边拉肉，外边拉肉，这把那骨头给劈来了，刚拉到这儿，俺老爷过年回来吧，老爷不回来了，就俺姥姥，俺就自己，俺小舅自己，俩人是吧，嗯，这要拍入住表。从哪儿拉？这儿没有啥白肉，正好。然后这儿猪肉比较，你说从哪儿拉吧，拉哪儿去了？一个红肉多点，一个白肉多点。说从哪儿拉去吧？从哪儿？嗯。等着我。拿点儿到那屁股的老拿着是吧再也吃呗不要再丢了丢了啊你要吃了丢了你说吧你要吃了丢了拿一个小的拿一个大的嗯就来了，放手。还给俺老拿别的呗，拿鸭血不是要猪血？俺那猪血在那，啊，在那个猪血吧。这个麦块肉，嗯，呀，啊，哎，你哪有嘞？这没有过年去商店嘞，没有给你买那个过年那东西嘞，哈哈哈哈哈。这哪来去？这俺叫你炖嘛，上哪的肉？没有哪里多，老爷过年回来呗，不回。啊，没有给你哪里多肉，还没有去商店买份嘞。我去给你怎么办？不是俺鸡腿，俺猪腿。啊，猪蹄。嗯。还会吃呀？你叫俺姐夫在家来给你炖吧。嗯。你给俺们老给姥姥炖。俺姨夫的。啥味儿的？俺姨夫的啥味儿？